们结婚吧。你醒了？他呢？他没事。有事的是你。别动，别动。舒服点了吗？病情已经恶化的比我想象的还快，已经坚持不了三个月了。你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立刻按计划进行手术，做好准备，手术决定在5天后。哦，对了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的记忆是不是恢复了？要不然你为什么像从前一样，为了宋青春连命都不要？我只能记起一点模糊的片段，但是现在的他，我也想好好保护。无论你做什么选择，我都支持你。休息。醒了，你还记得你最后对我说过的话吗？记得。嗯，帮我打开一下。我们结婚吧。别闹了。我很认真，没有冲动，更没有同情。苏诗念，我希望成为你的妻子，在你有限的生命最大限度地进入你的世界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觉得结婚会耽误我，但对我来说不是，我是在加码。我要成为你的牵挂，我要用我的后半生赌你会为了我更加努力地活下来，因为我知道你不舍得让我亏本，对吗？好，我们结婚。Thank you.